那我弹吉他大概12年左右，哇，感觉好久了。好，那其实我觉得我开始学吉他以来啊，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还蛮梦想，如果有一天可以去成品表演，哇，那一定是非常棒的感觉。那真的很谢谢李吉他给予我这个机会，能够邀请我来这边。那其实我大学我是念那个在彰化的大业大学，那离台中其实还算蛮近的。对，那其实可是我大学的时候好像没来过这边，所以其实也今天也是第一次来这里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带来的歌曲是那个 Tommy Emmanuel 的 The Blues Tree。好，那这首歌吼，这首歌其实是我今天演出的很大的主题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我是11月底的时候才知道，这个李吉他有邀请我要来演出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很紧张，因为只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可是我又很想要弹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他给我，他是等于是我就是去年后半年的心情的写照。OK， 那这首曲子叫《The Mystery》，就是可它翻成中文是。Mystery 就是谜团，就谜 ，OK， 就是一种代表一种未知的事物。对，那这首曲子哈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感觉很像那个公路电影，就是我们大家应该有我会看那个美国的影集。那就是我一直都很向往去做公路旅行啊，如果可以在美国那种很宽广的公路上，然后。从东岸啊，然后慢慢开车开到西岸，然后沿途的小镇都去玩一下，那感觉一定很爽。对，那就是他好像是开车在公路上的感觉。那我觉得这首歌给我感觉很像是，就是他是在描写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生活，就是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你开着车在公路上行驶。然后你不知道你之后你会看到的风景是怎么样，然后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转弯，甚至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发生车祸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就是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遇到悬崖啊，还是你下一刻的风景是什么，其实是充满着未知的。对，那我那时候遇到表演，就是接到这个表演的时候就。我一个月内要把它练起来，其实压力蛮大的。那所以其实这首是我今天最没有把握的曲子，可是还是想要弹给大家听。然后我想把这首歌送给，如果你对你的未来还是充满着彷徨，就是你还是觉得，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干嘛，还是我不知道，我对我的生活好像觉得很失望，然后有一种不安定、不确定感。然后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一点点力量，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跟你一样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因为你并不孤单。OK， 好，那这首曲子就，对啊，就这个月练的，没弹好的话，请大家多包涵，谢谢。